为什么一直躲着都不动？他在休息嘛，让爸爸妈妈带东西回来吧。是幼鸟嘛？对，在雏鸟，对。所以为什么他这么一直玩？大概还不到两个月，一个多一个半月到两个月。好像三月一个月，二月二十六孵卵，一个月大概三月二十几才孵出来的。三月二十六才孵出来。那个鸟会那个谁，鸡笼鸟会的那个，陈老师记录一下。哦，鸡笼鸟会那个啊。对。你说三月二十几就孵了？二月二十六孵，对，孵卵它会一个月。嗯。我四月十八来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已经跟我说孵化了。对对，那时候已经出来了。对。今年是二月二十六开始孵蛋，那孵蛋一到三天，所以可能差不多四月初出来吧。嗯。我这边拍的时间，对啊，你会慢慢进，很多都还没到，要花一阵子。对啊，对。 他这个现在也不属于过境，应该算是留鸟。它一般它是过境的，但是这两只留下来了。对啊，这几年台湾都有。哦，对啊，对。从很远地方来啦，我是听说一点多就起来爬起来，这边的有从桃园的、新竹的，对啊，都有啊。在中馆，他没走鸟，那么多鸟，他有办法？他们就会去了。没走鸟就欣赏。有啊，他现在跳上去一点，再朝这里。你刚刚知道他这个位置？他原本在这里啊，然后跳跳跳跳跳到这里。啊，没有声音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？找啊，在。附近台湾那几个地方，对啊，他现在站的位置其实他们蛮长，站在那里，对对对。一个月比较没来。现在大石头下面那个凹洞。哦，知道。对。因为上个月他们是都停在比较下面的。因为上个月比较。可是我们现在是个幼鸟，按那个成鸟。现在飞出去了。成鸟飞出去了。对。就去找时间，那可能在五六点就回来。差不多。 害我看那么紧，结果对我扁扁。啊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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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的石头有没有一个？它对，它也是有点斜斜这样，有一个草的那一边嘛，草的下面那边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好厉害！你刚好这里刚好对到它。它旁边有一只屁股对着我们，啊，这里有一只屁股对着我们，这一只，它屁股，啊，有，它旁边这是它翅膀，对，厉害。 飞了，哇！来，起飞！